大家好，我是蘇媽媽。今天星期呢，我會打女兒來打預防針，就是疫苗來的。我收到 MSM GP 叫我來打，所以我就幫她預約了。其實呢，我們的 GP 呢這兩個星期就開回，不過呢都是有限度的服務，所以呢可能就是一些緊急的事才會接。但是呢我的兒子就沒得兩歲以上出來打，我女兒三歲呢就可以來打。我哋呢一區咧係新區，所以 GP 咧都好新好靚，仲有比較多唔同類型嘅服務。最咧，阿女咧就打完个疫苗针啦，咁咧佢系喷鼻式嘅，好快左鼻右鼻咁喷入去啦。咁小朋友就系免费嘅，咁所以今次由友嚟咧去打疫苗针啦，都系免费。不过咧 GP 咧佢我想话我可唔可以打埋啦 ，book 埋我自己啦，佢就话唔得啦，要喺隔篱嗰间药房嗰度 book 咯。咁我啱啱问啲职员啦，佢话咧今个礼拜啲药剂咧用晒，佢叫我下个礼拜 walk in 嚟，咁随时可以打咯。咁我就冇得打啦，我下个礼拜我都想嚟打，因为我都惊咧流感高峰期咧真系都自己想健康啲啦。打完流感针咧，当然要带佢哋去公园放电啦。悠悠喺今个暑假咧成功戒片，而且出街咧虽然用紧系尿片，不过佢死都唔肯屙落去，一定要揾个厕所俾佢，所以咧佢就喺度狂嗌，我要去 Vivi 咁样啦。如果喜欢就记得分享和订阅，下次再见大家，拜拜。哥哥，可以啊。Yeah.